Andro， 他们是飞鱼米其林，那他们是两人组，一个弹木吉他，一个是歌手这样子。那其实音乐肥皂箱它的存在，其实就是希望，我们动漫圈其实有很多很不错的歌手，那这个舞台呢，其实也希望能够让他们有多一点发表的平台，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这个舞台。无意中。Oh, yeah.